院内感染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，我很清楚。但现在形势就是这样，我能做到的就是全院上下严防死守，尽量把每一分空间全部都利用上，把爆发的可能性降到最低。那就不能等领导研究出对策以后再放病人进来吗？再等一等总可以吧？领导开会对情况进行分析，再从其他单位抽调医护支援，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啊，他们等得了吗？ 这件事儿，我已经打电话报告过了。作为仁和的负责人，我的责任已经尽到了。现在我要行使的，是一个医生的责任。把通道打开，打开通道，接受伤员。 引发炎明显，很有可能是感染了气性坏疽，马上手术清除坏死组织，重新彻底清创。好的，立刻去五号手术室。好的。 送来的伤员，伤口感染可能性会越来越大。泌尿科第三手术室就在期间改做特殊感染手术间。好的，安排一名巡回的护士，专门负责来回的传递和隔离。胸外科感染人数多，让专家随时来查看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谢谢。这些钱。 10分钟，好。到了以后赶紧来接伤员啊！胫骨骨折，就近送，别送任何了。好，我在医疗站等你们。累坏了吧？
第一次参加医疗队，我也累懵了。要不把你送回去，找个人来换你。不是累的，怎么了？我从你见习就开始骂你，也没见你哭过。跟我说说出什么事了。刚才有个小姑娘压在废墟下边了，刚开始我还能听见她的声音，苦差了好几个小时，人是露出来了，但我就是够不着她出血的位置。其实当时她身体里已经没有多少血了，我就只能趴在那安慰她，鼓励她，救援还要继续的往下挖掘，我就想往里钻，结果被人拽出来了。其实我离得出血的部位就差一点了，如果我能钻进去的话，我就……我们是医生，我们不愿意放弃每一个生命，但我们不是超人，我们不会拯救世界，也不能起死回生。我要求你，只要有机会就坚决不能放弃。但是别人拉你也是为了保证你的生命安全，你的生命跟患者的生命同样重要。我知道了，给我记住了，以后不管什么情况绝不能冒险。到了，还要消毒，抓紧时间吧，快点快点，我在医疗站等你们。哎，庄大夫，我爸他怎么样了？手术很顺利。太好了，谢谢您了。你父亲严重胸外伤，做了开胸手术。哦。术后会疼痛，影响咖啡，所以我给了一次镇痛药。如果疼痛不能缓解，你要及时通知我们。这是其他的注意事项，我打出来了，你看看吧。谢谢你啊，大夫，你想的可真周到。之前在医院门口，我有点着急了。对不起，啊不，应该是我道歉。我的本意也不是要阻止你们进来，实在是院内发生了气性坏疽，接诊量持续加大的话，很容易引起交叉感染。这些医学术语我不太懂，你们做大夫的一定有你们的道理，我理解。你能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那我先去病房，等我父亲了。哦，我也回胸外，我带你去吧。好。你是丽丰县人？啊，是啊，我老家是丽丰的，现在在嘉陵工作。哦，来嘉陵多久了？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在嘉陵了，之后就留在这里工作了，算起来也有十几年了。你以前来过仁和吗？没有，我家离中心医院比较近，看病都去那儿。喂，海梅小姐，你不也是吗？本来今天能跟着宋尚元的车回去一趟的，结果听说沿途的公路塌方了，好多伤员都是武警战士扛过去的，这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了。别太想我啊。这恐怕有点难。这么喜欢我呀？今天你那儿的接诊量还很高吗？
今天是高峰期，附近几个村镇的伤员都抢救出来了，轻重伤加起来我处理了40多个。你那儿呢？听说仁和已经超员了。手术室就没空过，就像打仗一样。你出头的那个姓林的老人手术也很顺利。太好了，我跟他女儿说了，你是仁和这方面最好的大夫。哦，他女儿也给我打电话了，说谢谢你救他父亲。要谢应该谢你这个首诊大夫，第一时间处理及时，否则即使送过来我恐怕也无能为力了。之前一直没有机会来这儿，这次救灾才发现丽凤的景色这么漂亮。林欢说等这次抗灾过去了要请我来玩，我带着你啊。好，我给你当司机。很晚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嗯，你也是，早点歇着吧。晚安。晚安。这个病房里的这三例，从灾区转过来的伤员要重点监控。嗯，好，知道了。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，随时找我。那好，你先去吧，我过去看看。有事儿随时叫我。嗯、好。庄大夫，早上好。这是你妈妈。嗯，她昨天晚上才赶过来，一直陪在这儿。你不是住在家里吗？让你妈妈回去休息一下吧，不用都在这儿陪着。我劝过她，但是我家离医院实在是太远了，来回也不方便。等我一下。嗯。李主任您好，我是胸外科庄树，有个事儿想麻烦您一下。妈妈，这位就是庄大夫，就是他给爸爸做的手术。庄大夫，谢谢你啊。您太客气了，阿姨。啊，是这样，我刚才拜托院办在医院门口的酒店给你们找了一个房间，价格很公道，你们可以随时去休息会儿。太好了，谢谢您。谢谢您。您别客气。那我现在就叫车回家取点东西。那也好，那你回去好好休息，别着急回来。没事儿，我不累，我取点东西就回来。我去送你吧。市里的路况最近不太好，医院门口也不太好打车。这不好吧，太麻烦您了。没关系，我还有点时间，快去快回吧。哦，谢谢您。谢谢。别着急啊。你等我一下。杨院长。庄大夫怎么了？我想向你请一个小时假。你手术
也超过24个小时了吧？回去好好休息一下，5个小时吧，好好睡一觉。美国医院的规定不能疲劳作业啊。大家都在连带，我哪能回家呢？我们都习惯了，在国内，像我们这样的医院只能疲劳作业。放心吧，我撑得住，1个小时就够。好。哎，庄大夫，副院长回来了。非常时期嘛，他回来帮忙做些工作，老人嘛，还是能起到些作用的，我也不好拒绝。你要体谅我。我能理解。自打来了以后，每天就是喷喷喷、刷刷刷、擦擦擦的，我整个就一清洁工啊，就连轮床也只是让我推，连过床都不让我碰。哎，杨子轩，我可是来救死扶伤的啊！想什么呢你？救死扶伤？你是会缝合还是会清创啊？之前你妈要量血压，我教你2个小时，愣是量出220来，吓得你妈差点没真220。可我就是想试试过床，我浑身都是劲儿。你看人家的美剧里边，一二三哐，一二三哐啊！你再给我病人摔着。过床啊，是门技术活，尤其是这批伤员，大多数有这个腰椎伤、颈椎伤，手法不专业呢，很容易造成二次受伤，搞不好还会弄成瘫痪，懂吗？哦，原来这过床还有这么高的技术要求，真是术业有专攻啊。你看我这刚擦的地，你又给我踩脏了。你这，来来来，哎，我是从清洁区走过来的，你用不着擦。我再擦一遍。哎，陈哥，别理他，他处女座，就这样。我想了一下，啊，以后在公众场合，你还是叫我陈叔吧，你叫一个。啊，陈叔。哎，大侄子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擦地啊是为了消灭细菌和病毒，不是为了一尘不染，你得搞清楚重点。哎呀。他又不懂得救死扶伤，把楼道擦完美，这就是成就感。就像你们缝合伤口，剪线留的残端一定要对齐一样。哟，我们临床的东西懂得还真多啊！小时候没少跟你爸在医院玩吧？是啊，我还去你们试教室缝过猪皮呢。好，陈叔对缝合也很有造诣，找时间咱俩切磋切磋。我还是对数据分析兴趣更大。结合了对医学和数据分析的双重兴趣，就是我的专业。没想到还是个数据分析师啊！那你这次回来都分析什么了？我本来是要做咱们市化疗药使用数据的，第一阶段论文发表了，效果还不错，正在申请进一步研究。不过赶上这次灾害，我就先放下了。我准备收集人和灾后救援数据，跟欧美日做个对比，也算没浪费这次机会吧。哎，别忘了陈叔的急诊啊！哎。喂，手臂骨折，右腿骨折，这么大体重啊！哦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马上来啊。你们谁想学过床？我来。哎，请进。平常也没工夫收拾，可能有点乱。您别介意啊，这么干净还说乱，这好像是中国人的传统。没想到钟大夫您出国这么久还记得中国人的客套话。嗯，您是喝饮料还是喝水？我都可以。啊，好，那您喝这个吧。好，那您在这儿先坐一会儿，我上楼去收拾一下东西。好的。你爸妈是丽丰人吗？对，他们是丽丰本地人，前几年都退休了。
我一直想让他们搬过来和我一起住，可是他们说在老家住惯了不想动。这次刚好我回去看他们，没想到赶上了泥石流灾害了。你从小就学琴吗？嗯，从6岁开始的。我听说学琴就是从5、6岁开始最好。是啊，我妈说我4岁的时候得了一场病，那个时候经常发烧、做噩梦，身体很差，到了5、6岁才好起来的。女孩嘛，也不爱出门，我爸就让我学琴了。你真的是一直都很顺利啊，从小学琴到上大学再到就职，一帆风顺。是啊，我也觉得挺幸运的，而且我爸特有眼光，我刚工作不久他就做主买了这个公寓，那个时候啊房价还便宜呢。你真的是很幸运。他们呀还希望我早点成家，早点结婚生子呢。不过生了手续以后呀，演出太频繁了，也没时间考虑这些问题。送您的这个是我独奏的专辑，没事的时候听来放松吧。谢谢。这个礼物真好。您太客气了，等我爸病好了，请您来我们家吃饭，我包饺子包的可好了。以前我妈妈包饺子包的也特别好吃。是吗？可惜再也吃不到了。阿姨是不在了吗？很多年前就去世了。对不起啊，让您伤心了。没关系。今天能跟你聊聊天，觉得很开心。是啊，您平常工作太紧张，聊聊天对放松有好处。收拾好了，我们走吧。琴不拿吗？现在在医院要照顾我爸，也没时间练琴，而且琴声特别大，也怕影响别人休息。还是拿着吧，林先生一定非常喜欢听你拉琴。只是不要在休息的时间练就好了。那要是别人投诉的话，我就说是庄大夫让我拉的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我帮你拿琴。好。梁雪呀，梁雪呀，来来来，快点快点啊！郑主任，您看一下，好像是骨折了，接氧气。好，滴管给我，准备测血氧。好的，血氧仪。
血压多少？20/40。脉浅快，心音遥远，拜克三连征。血氧多少？97。情况还好，给他做皮试，不过敏的话上头孢预防感染。好。哎呀，我好疼啊！哎呀，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好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！拿固定加满，抗生素预防感染，打破伤风针。好。停车！停车！前面塌方了！往后倒！往后倒！倒车！快倒车！别往前走了！倒！倒！有喇叭！快点倒！快点倒！倒车！过不去了！是太疼了！哎，好，哎，你别动，帮帮你别动，你别动，你别动。哎，这样吧，我再给你打一针止疼。你的腿现在问题不大，等路修通了，我们就可以送你到市里的医院了啊！你别动，我去给你拿药。哎，太疼了！钟主任，来一下。肋骨多处骨折，患者有明显的心包填塞，已经开始呼吸循环衰竭了，得马上手术。可山体再次滑坡，路又断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通啊。75/40，再开放一条静脉通路，气管插管拿皮球来人工通气。好。恐怕他坚持不到路通了。钟主任，钟主任，方大夫受伤了。左侧呼吸音消失，胸廓塌陷，反常呼吸，气管向健侧移位，闭式引流，快！明显皮下气肿，闭式引流有大量气体，加上大咖血，应该有大气管损伤。晨曦，这个患者升压药一过性起作用了，不过血压很快就下降了，60/30，血氧70。来了。钟主任，扩容、抗休克、人工通气都没有用，都没有改善他的休克，我要给他做声刀穿刺。按你的判断来。这位怎么样？血氧持续下降，血气胸严重。血氧降到65了。60/32，维持多巴胺静滴，多巴胺持续静滴。志伟的血压听不到了，
我想是胸部损伤太严重，导致大量的活动性出血。主任，强东的部队说路完全堵死了，现在咱们的车出不去，后援救护车、医护人也进不来，至少需要6到8个小时。通知部队，这儿有2个急需手术的伤员，必须马上送出去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不过恐怕很难完成。谁都不可能等到6小时以后，半小时、1小时都不能等。这个人需要马上开胸探查心包填塞的原因、修复损伤。方志伟也需要立刻开胸探查出血的原因、止血。我要求立刻手术。手术？这里不是手术帐篷，没有麻醉师，没有无菌消毒，这可能吗？主任，如果不手术，方志伟跟他都会死。手术是他们唯一的希望。主任，事发紧急，条件就是这样，我愿意负这个责任。我是医疗站领导，我同意。可两个伤员，你坐哪个，让谁等？谁都等不了，谁都不能等，同时开胸，一起做。钟主任，我先给他开胸，解决心包填塞，做修补。您同时给志伟开胸，找到出血的部位。胸外手术的基本技能我还可以，真正细致的活只能你来做。不过，心血管损伤你行吗？我也不太熟悉，硬着头皮上吧。我做局部麻醉，白雪和杨宇听我们的指挥监测，其他的人帮我们剪线、拉钩、传器械。好，开始吧。右心室前臂心肌浅裂伤，有活动性出血，4号线。回升90、66，现在发现志伟胸廓损伤严重，肺部破裂，创口2处，支气管纵隔都有损伤，需要尽快修复啊！钟主任，我缝完这针，我这边情况基本稳定了，我们交换。
任，我先止血修补气管，然后清理修补肺部损伤、纵隔裂伤，请您检查手下的伤员胸腔内有无其他出血和异物。好。血氧升到79了。嗯。晨曦，我这边上腔静脉有较大破口，需要尽快修补。可是我们没有体外循环机，也没有心外分流管，无法稳定缝合结扎呀。腔静脉修补属于心血管外科的范畴，我也不太熟悉，我只是看过资料。让我赶快想起来吧。想起来，姐姐，没有心外分流管怎么办？陆大夫，是。给我两个最小的针管，一个线剪，一节皮管。好。快拿胶布，别走啊，给我扶着。好，走。用这个代替分流管。用这个？要不你做一个？就这个。刀。止血钳。血管阻断带，好了，准备缝合。四零抛文线。完成他的任务了，要不给你留着做个纪念。能不能救他的命还不知道呢。晨曦，志伟的血压还是没有升到正常。创面修补了吗？已经修补好了，纠正了气胸，也没有发现大脏器破裂，暂时找不着原因啊。我马上过来。好。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啊？血压掉的不多，78/50，血氧又下去了，72。
给庄叔打电话。好。庄大夫，庄大夫，你的手术现在是什么状态？关键部分已经做完了。周护士长，什么事儿？急诊陆晨曦大夫有非常紧急的问题要找你，如果有可能，想请你接一下。好，接进来吧。如果还有大出血，为什么血压掉的并不严重？为什么我们在修补了所有出血部位、修补气管以后，血压血氧一度好转，现在又开始下降？这是我能提供的所有信息。心血管不是我的专业，我只能问你了。好久不见，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，我看见阳光落在我左边，你的影子在右边。当我转身